一再去啊路大雨路甲伊的无伊个姑娘真正古锥有人讲伊真美丽谢谢所有的观众愿意听我唱歌爱你们啦、啊你真的要走了、啊？对啊，真的要走了。好啦，好，拜拜。自歌唱选秀节目《超级红人榜》成名的歌手柯晨勋，日前因病猝逝的年20岁，消息震撼演艺圈。昨十日在宜兰福源小拜堂举办告别式，不少演艺圈前辈都送上花篮追悼，其中《超级红人榜》团队也在卡片写下"爱唱歌的天使，我们会永远想你"，并以一段影片悼念柯晨勋。老师，你刚刚我唱了安怎？然后哦，谢谢，谢谢哦，讲了真好。白米煮饭人嫌苦，哎，起着天头做年糕。阿德老师，安那，我心花开啊！我跟你讲哦，不管什么花哦，花也开的时阵哦，无偌久就会冷去哦。无啦，我只是感觉这朵花一直开到足水足水的，甲咱两个即马徛伫同一个台顶同款。你安尼是你欢喜个。谢谢所有的观众愿意听我唱歌，爱你们呐、啊！你真的要走了？对啊，真的要走了。好啦，好，拜拜。